总统日前提名谢文定、林景芳两位作为司法院正副院长以及大法官，但是我们认为这两位人选是不适任的。总统在这样子提名的过程当中有草率跟不透明的问题，我们非常担忧以这样作为司法改革的起手式，司法改革最终会不会成功，是我们非常担忧的问题。我们今天选择在立法院前召开这样的记者会，因为总统提名的咨文已经送到国会了，我们在这边要求立法委员，尤其是民进党、民进党团，你们必须要最严谨的审查，用最严格的标准来行使这样的同意权，绝对不可以在临时会就草率的通过这样子的人事案。撤回提名，拒绝审查，拒绝审查，撤回提名，撤回提名，拒绝审查，拒绝审查。联盟，这个联盟成立于2003年，到这一次是第七次来监督大法官提名人选。在七次，在13年之间，我们从来没有发现这么草率的这个提名，正副院长也是大法官，就这么草率就提出来。小英总统在竞选的时候，他的司法改革的政见，相当的让人家欣赏，觉得能够带领大家改革司法。在520就职的时候，他也提到司法不被人民信赖，要人民一起参与司法改革，我想那个掌声是非常响亮的。那么相对于这个司法改革的国事会议要召开，司法院是一个重要的部分，院长副院长应该是的提名应该是相互于呼应于司法改革国事会议这样的一个理念，他要全民参与，他要大大的改革司法。但是如果要提名这个司法院长副院长要相当的谨慎，必须这样的人选必须要有在过去要有司法改革的意识，要有司法改革的言论，要有司法改革的行动。但是很遗憾的，他提名了谢文定跟林景芳，他们都不是没有参与过司法工作，他们都当过司法院的秘书长，他们在这过程里面，像谢文定还当过检察官多年，那么他过去的言行都背离这个司法改革，他们有权利的时候也没有那么改革，不仅没有改革，还常常是反改革。1978年的中立事件，谢文定是当时候的力挺的检察官。1979年的这个美丽岛事件，谢文定是侦办的检察官。1980年的林宅血案，谢文定也是侦办的检察官，并且他就是在当时候负责侦办大胡子家胡把他限制出境的检察官，杨伯把他限制出境的检察官。那么1985年的著名的江南案，当时候他已经是台北地检的主任检察官，也是由他负责。那么在这个江南案移到高院之后，谢文定也高升为高检的检察官，并且就得到蒋经国核定的最优人员奖。所以小英总统说呢，他因为这个要提升女性的比例，所以他提名了林景芳作为副院长。但是我们看到林景芳这个在担任司法院秘书长的期间，他在立法院的这个质询过程中，还曾经在审这个关于法官的评鉴委员会的这个相关法规的时候，立法委员曾经提案说要在这个相关法规里面制定这个性别比例原则，但是呢这个林景芳当时担任司法院秘书长，却在立法院公开发言反对。他说为什么我们要这个制定性别比例原则，我们为什么要保障这个女性的比例，那他都已经直接做的这样的反对，显然这个林景芳的这样的一个人选，他其实是完全没有性别意识的。宪法哈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那大法官可以说是执司宪法解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守护神的一个地位。那我们可以发现说，过去呢大法官所做的这个解释品质的质跟量，跟大法官的人选到底是由谁来当大法官，有非常重的、非常深的一个关系。最近的几个大法官的一个解释都非常的重要。从709、40吴宁苑、都市更新违宪的一个解释，731、区段征收
部分违宪的一个解释，一直到732，大家应该都听过新店美和市整体开发一般征收的一个违宪案。我要跟各位提醒的就是，这一些都跟我们的都市计划、都市更新、土地征收、整体开发都非常非常的一个相关。其实我们国家的一个法律非常的保守，依旧还没有转型到真正的民主宪政的一个时代。在这样的一个时期，其实我们对司法机关，尤其是大法官、市县的机关，抱有非常高度的一个期待。小英总统为什么会急在这个时间点，在七月的这个时间点，急着要通过这样一个正副首长、司法正副首长一个人选？他的理由不外乎因为十月要召开所谓的这个司改的这个全国会议，这样的一个政治议程，好，当然是重要的。不过如果为了这个政治议程反而本末倒置的回过头来要仓促的通过在宪政体制上非常重要的这样一个人事案的话，那我们怎么能够期待一个本来是为了要更透明、更公正、更符合程序正义的一个司法改革，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当作是一个开场，我们的司法改革会有希望吗？我们的司法改革在经过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之后，这一次还会成功吗？用这样的方式，用政治意志来凌驾整个司法、整个人民对于司法改革的一个期待，这样的一个起手式是对的吗？其实我们虽然政党轮替，但是新旧政治并没有交换，所以总统府还是应循的旧政治的思维，国会好像也还是应循的旧政治的思维。我们要呼吁总统，如果你要设置在总统府里面设置大法官的审建小组，那你就要广听各界的意见，要不然你就不要设这个审建小组，你就说，你就拍胸脯说我负全部的责任。其实你在提名的时候，对每一个人选，你本来就是要聆听各界的意见，要不然你设这个审建小组干嘛？你本来就是希望各界能够提出这个人选到底是好或者是不好，在你做人选的决定，在你提名的时候能够听到各方的讯息。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审建小组的失灵，甚至于我们等一下要进去拜会的国会的这个审查的失灵，才会要求民间团体又要在这不厌其烦的讲出谢文定以前到底做了什么事情，林锦芳以前到底做了什么事情。在立法院职权行使法，不管是民进党自己就提出了这个重大的人事审查，一定至少要一个月的时间，我们不懂他为什么要在临时会就要审查，而且要短短的一个礼拜。各位，如果不是我们一直不断的出来呼吁开记者会，可能明天大法官以及院长副院长人事案就会通过。我们唾弃以前国民党老是用这种方法，老是用践踏司法权的方法来通过大法官的提名，没想到民进党更是有过之而不及。